怪齐王开局就吃掉王铁锤一个车，以为自己赢定了，结果呢是万万没想到。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，铁锤呢当头炮，怪齐王把马跳，红旗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旗出车，怪齐王脾气果然怪，在这里还来了一个绅士开局，并没有强挺三卒，也没有强挺七卒。而是走了一个车头平步马，把挺兵的权利啊交给你了。同时呢，也说明他很自信。啊，你挺哪个兵，他都不害怕。红旗一看对手有备而来，稳一点吧，进了个三兵，黑旗三卒，红旗编马，黑旗挺编卒，红旗舞气炮，准备呀亮车。那黑旗上马。红旗呢也没有高横车，而是选择了一个马三进四，直取中卒。黑旗高车，红旗再选择了一手兵旗进一。这里啊有一个小小的陷阱，红旗千万不要去踩卒，踩卒呢没有便宜，黑旗会给它吃掉。红旗打掉，黑旗吃掉。乍一看好像有个平炮打死车，但是啊它可以把车啊缩回来。你打掉车，黑棋有一个将军抽你这个车的手段，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。那红旗呢，肯定不会上当。多尔他选择了一手兵棋进一，黑棋踩进来，红旗退一步，黑棋再踩掉这个小马呢。辗转腾挪，连吃双兵，这是吃的真爽啊！那红旗呢，把车开出来。黑旗，你这个挂已经没有用，没有子力的后续子力跟不上。他选择了一手架中炮，准备呀、啊、秒你的中兵，给你来一将。那红旗先补一手士，黑旗选择了一手进炮。秒你的编码，准备以后跟你对子。红旗跳上去，黑旗车站肋，红旗飞边象。现在呀，飞着你这个小马。黑棋实战呢是选择了一手回马，这个棋啊，应该走一手车四进二，先捉一下马，试探一下红旗的硬招。他踩进来之后，红旗呢选择了一手马骑进五，这边要打象，这边要踩车，黑旗呢也不怕，先把马打掉。那红旗打一将，黑旗掷一手士。这时候啊，红旗走出一步棋，让黑旗啊高兴了半天。红旗怎么走的呢？红旗把炮打了。这一打，黑棋乐了。他为什么乐了呢？那大家都看到了，放一将，车就没了。啊，平炮一将，那这边要抽车，这个黑棋呢，露出了一个得意的微笑。这个红旗呢，锤子呢，也是笑的是娇躯乱颤。为啥呢呀？上当了，这是红旗给他设的陷阱。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谁掉陷阱里了啊！吃掉黑棋呢，把车吃掉，红旗呢再平个边炮，这平边炮不得了了，那这一将要抽你的小车，黑棋这个士，红旗，哎呀，逮住机会了，先给你来个九九八十一将，先给你将同盟再说，再来继续。完了之后啊，来一手回马踩双，黑棋说：“我给你记着呢，你将几下？你要超过6下，我就报个裁判，你犯规。”红旗将了5步，然后回来踩双。那黑棋要想不丢子，只能是退车保住马。好，那红棋又来了，一下，2下，3下，4下，
一看黑棋在给他数着呢，那别将了，别一会儿数不对，再犯规了，退回来，吃住这个小马。黑棋呢飞了一手象，黑棋这招飞象啊，应该说给了红旗利用的机会。黑棋呢应该是出步老将，为什么说这招飞象被利用了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，红旗把马踩掉。把马踩掉之后，以后他就有一个将军在上马踩车踩马的手段。那黑棋呢，平车过来，红旗平炮，以后啊要给你搞这个加车炮。黑棋进个边卒，红旗呢来了，一下，两下。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那可不能再将了啊！五下了已经，退炮。你看看，你这个飞了个象，现在呀，人家冲炮是个杀。黑棋在这里呢，他并没有平车跟住这个后炮，他呀来了一手平卒，想弃掉卒。又拦住你的包，又吃住你的马，问你怎么办？红旗呢，在这里再次选择一个弃子攻杀，把它吃掉。那黑棋呢，也在这里强硬的把马吃掉。红旗再来一将，然后啊，再来一将。黑棋现在是万万不能上来了，你上来进炮一将，你这个象碍事了。没办法，他必须得把这个象啊再卖掉。那红旗来一将，黑棋上来，好，逮住机会继续来一将，也不敢上来呀，上来这个进炮一将要命了。再来一将，再来一下，然后啊选择一手进炮，进炮之后这个。进车一将，又是一个杀招，只能选择来一手回士。那红旗呢，再炮进一步，炮进一步之后，问你怎么办？你要是用这个车跟住这个后炮，那他这个一将你一落士，再回一将，白吃你的车，白丢。所以说他无奈，只能用这个车啊跟住后炮。那红旗还是一将，黑棋呢直接选择了一手退车，哎，你也别抽我了，我直接退回来。红旗选择给他打掉，你要是吃掉这个炮，那他这边又炮碾单杀，就让他把这个炮吃掉。那红旗呢炮平一步躲开，黑棋呢就选择了吃象。你要是下个炮，你要是下炮准备抽将，那他就退车拉住你，那样赢不了。那红旗呢就退车捉马，退车捉马，这边呢要进炮抽将，那黑棋呢先平车跟住炮，红旗呢炮躲一步。黑棋你不能这样来捉炮对捉，因为人家有一个将军。只能把马逃开。那红旗呢？平车再捉，就把这个马呀给捉死了。你看，有的人说这不可以跳个拐角吗？跳个拐角，平中一将，你不管补哪个士，把你小马打了。所以说这个小马呢，已经是保不住了。黑棋呢，一看我马丢了，我还有卒呢，我卒子多，进卒，红旗把马吃掉。黑棋继续进卒，想干什么呢？想着以后啊，把卒平开，进车给你来一个偷杀。那红旗呢，退车吃住，黑棋平卒。这现在一将可是一个偷杀。那红旗呢，进炮一将，黑棋呢上老将。
非要就是搞这一招，那红旗呢不给他机会，平一将。黑棋一看，这还玩啥呀？这唯一的一个偷杀的机会也不给你，走完之后，人家把这个卒再给你吃掉，连你俩卒拉手的机会也不给。黑棋一看，算了，投降吧。